大家好，我是 Mr. Evans， 今天我为大家讲的就是 S1 的 Flip Classroom Exercise 10A 直觉坐标系统的 Part 10。 哇，好少我去到第十 part 的了，看看计计数七啦，在直觉坐标平面上标示1、2、3点先。好，嗱一声标了它了。好，首先搞一搞啦， A 也是在四楼的，咁啊喺四楼，跟住 X 数就是-4，咁所以呢一点，咁我写翻低啦。A -4四楼，哦，跟住 B 啊，搞一搞 B 系几楼 ？B 咧原来系一楼嘅，一楼即系呢个位啦。咁佢又系-4喎，咁咧就 X 数就系-4啊。B 佢喺一楼 ，X 数字喺-4。好啦，睇埋啦。咦 ，C 系一楼喎，不过咧佢喺个五度喎，个 X 数值五啊，一楼五一啲度。呢個係 C 一樓 X 數字係5。好，跟住我哋當然啦，就再睇埋第二部分啦。第二部分佢就問啦：喂，繪畫啊 ，A B B C 和 C A， 即係畫三條線啦。三角形 A B C 是否一個直角三角形？若是的話，是指出其直角。咁啊，連好咗三點就連好曬啲線佢先嚇。好，咁啊，連啲線我諗都唔使點技巧啦啩。嗱，你一連完你知，咦？呢個係咪直角三角形？當然係啦，即直角邊度？咪 A、B、C 咯。我睇下點答埋題啦。咁啊，只需要話俾人聽，三角形 A、B、C 是直角三角形，咁啊寫翻曬啲字咪搞掂咯。好啦，跟住佢問邊個係直角啦嘛？咁就係。角 ABC 睇清楚啦，角 ABC 是直角。咁就話答完啦。好，最尾呢個 video 咧，其實都係想大家咧試下咧，除咗畫咗點之後咧，連一連啲線去嘅。連完線之後咧，咁我哋可以觀察到咧係一個乜嘢嘅圖形啦，或者有冇啲直角喺度啦。咁好多謝大家啦，十個 video 睇曬。Exercise 10A 直覺坐標系統功德圓滿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